还有我腿，好长，会做上身。女人80%的购物乐趣都在开箱的一瞬间。这件是我攒了俩礼拜的快递，今天来给你们发射幸福。开始吧，拖到蛇是谁？徒手暴力开快递。超级可爱的甜美式小草莓是南极人的睡衣，通过买睡衣就能知道女孩子打扮起来不是为了谁，我就是想每天可可爱爱漂漂亮亮的，我自己看着开心不行哦。南极人家睡衣真的又便宜又好穿，而且走线什么的都还不错，20-30块钱一件，质量真的还蛮在线的啊。这个是我38姐买的夜间教父，这个我是看到别人分享买的，我也不只是说他帮我减肥什么，就是让我的时候就会通畅一点。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，等我吃一段时间再说。黑芝麻丸，当代青年人的一大烦恼，脱发。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，但是要掉头发呢？我现在呢还是没有这个困扰的，但是我很害怕自己脱发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个黑芝麻丸，吃一下什么味道？它里面是这样一颗一颗的，真的好香啊！这个比我想象中好吃很多呢。这个我应该会回购，我之前以为黑芝麻丸就很苦，但是它真的很香很香，好好吃。下一个，五颜六色的袜。我买了4个颜色，袜子这种东西简直就是搭配力，几个耳环啊配饰的地位在我心目中是一样的，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。五颜六色的，每一个都给我来一双。等到天气暖和了，就可以下意识增加彩色袜子，来剩一双球鞋。哦，青春美少女。哦，这是我买的背带裤，听起来是你这样。看图模特图片就特别好看，秀一下全是腿。这个是另外一件灰色小开衫，我现在立马手上看一眼，就是很稍微短一点，然后里面再穿一个短一点的那个小背心，应该还挺好看。我今年就特别迷这种小开衫，挺好看。下一个，继续。啊，曼丹眼唇卸，这个我的本命眼唇卸，不知道我抠平了多少瓶。虽然说新的卸妆试用永远都不停止，但是它我是不囤，我心里不安心。还有人没有用过它吗？啊，哇塞！看这个虞书欣有一点上头，还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去年年底开始我就特别喜欢复古风，然后就买了两个特别夸张的戒指，搭配衣服什么的会很好看哦。这一戴上就感觉自己会做上身，做工还挺精细的，但是价格不算很贵，就几十块钱吧，我觉得还是物有所值的。把我的把本宫的大珍珠收好了，好嘞娘娘。我都拍了那么久拍出来这么一双乐福鞋，今年好像特别流行这种乐福鞋，底质还挺软的，100多块钱还挺划算的。我现在好想尝试隐形增高神器，不错。啊，这个是我采购的消毒喷雾，这个等了很久很久，它是那种免洗没有香味的，特殊时期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，买一点这种消毒喷雾备在家里面，把它放在门口的位置，每天回来就喷喷外面穿的衣服啊鞋子消消毒。做一个预防。这是我买了两个波兰的小众眼影，打算买回来做合集的啊，就走一块儿。等我先用一用，之后出视频。又是日本很火的大岛春发油，就是护发精油。我现在来试一下它好不好用。它头发上吸收的还挺快的，而且过一会儿之后再去摸它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，感觉还挺好用。辣椒大辣片，哎呀，口水流出来了，现场吃一个。它跟外面那种辣条是不一样的，润能吃出豆皮的味道。好吃。喜马拉雅润唇膏跟眼霜，这个是我买来做测评的，它价格特别便宜，但是网上评价特别好。等我试一段时间之后给大家出视频。这是我买的一个套装，这种抹茶绿的外套，我等一下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看一件衣服吧， oversize 的西装，今年真的很喜欢西装，就觉得它又骚又飒。啊，这颜色好显白啊，袜子摸着也不错，还有垫肩。一整套的唇釉，我看到网上试色特别好看，我现在挑几个涂一下。但实物看到之后感觉它好粉，老规矩还是用原相机给你们试。第一支，这颜色就看着就有点踩雷。可是你们看出来我涂了口红吗？我来试一下这个色号，这个颜色好像还行。这个系列就好像都是那种水嘟嘟的，然后偏欧美一点的颜色，它像是那种奶茶乌龙色，整个涂起来就是很温柔的颜色。我现在试的色号 Dream Queen， 哇，这个颜色好珊瑚，好荧光。我试的这几支颜色最深的，这几支看起来就是试都不用试就知道会很丑。脑子瓜菜了，买这个这么一盒500块钱。各系列的唇蜜千万不要买，一支都别买，真的
博洛达的水杨酸面膜，它不算非常刺激，但是它是真的很好用，对于那种小闭口特别有享受。这个第二支呢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是雪梨他们家的唇颊膏，我现在就试一下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，挺容易抹均匀的，上脸看看，来了吗？把这边也抹红一点，让他们对称一下。这个颜色我觉得上镜拍照应该会好看，但是现实生活中会有一点不显白。哦，这个是凯妹的妆前乳。我收到很多私信，大家想看妆前乳合集，我就把市面上现在就比较火，价格又是很划算那种都买回来了。这个我感觉有一点厚重，而且有一点点油腻。之后我上脸再试一试。天哪，我的仙女棒上面的小星星第一次就破了。哦，这是我买的 J 姐的仙女遮瑕棒，网上看也是蛮火的，说是有超强的遮瑕力，能纹身就能遮住。我遮瑕力已经算很棒了，因为我的眼线笔是纯黑的，基本上你脸上的瑕疵如果这样的话应该都能盖住。这个是我买的一双高跟鞋，是这种铆钉裸色的，平常就是随便穿一穿，来配一配小裙子，看着质量就一般般吧。我现在上一双都破烂的，超破烂的。包括女士在线，美味记得三连哦，拜拜。